下面我带你看一下我们的牵引控制系统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。 All right. So this is our the biggest manufacturer. This place is huge. Huge, yeah. And that's our destination converter. So this is it, huh? I saw some people earlier working under one of these things. Is that safe? I feel like that would scare me a little. 你可以完全可以放心，我们这个变流器本身设计的就是悬挂在动车组的车厢下方的，可以到下面去。但是我们下去之前，首先还是要换上。 Oh, hard hat. Yeah. Yes. So, does the system ever have any problems? 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。其实我们的复兴号刚上线的时候，水冷系统里面其实我们需要去注入冷却液。一开始我们注液工艺没有做得非常的好，那么有一些小的气泡遗留在里面了。那么我们的保护系统就探测到这个问题。 所以说就把列车停下来了。其实当天我知道这个问题之后，真的就没睡着觉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我们在之前的设计过程中一遍一遍的计算，一遍一遍的仿真，那么我们大量的工作居然被几个气泡给干翻了。那么其实真的让我在情感上是很难接受的。那么第二天早上很早就去上班，当我回到一个我们熟悉的工作环境之后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其实我们的复兴号是一种创新的过程，探索未知难免的就要碰到问题。 让探索未知，然后把未知变成我们已知的知识的这样一种精神，这样一种动力，这样一种勇气，才让我们的复兴号达到现在的水平。